婆，我回来了。你怎么啦？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，公司宣布破产了，公司所有的财产都被冻结查封，一切都没了，我活不下去了。哎，亲爱的，我说你呀、啊，我跟孩子有被冻结查封吗？没有。你们跟破产无关啊。那你的呼吸心跳有被冻结吗？也没有。你的头脑跟体力有被冻结吗？也没有。所以你什么都不缺啊，失去的以后还可以再赚回来啊。你说的对呀、啊、只要我不放弃自己与身边所拥有的，还是有机会把失去的赚回来。